正式的跟大家讲的就是有关我们实验室引进的差2000的声音播放的分析系统，那它也是全球第一个跟 GLP 系统嫁接的一个医疗机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嫁接的一个流程之后，其实我们降低了当将近60%的一个感染性的结缔的接触。那其实在那个报告的一个时效的部分呢，我们急诊的一个前任报告的一个时间呢也降到17.58分钟，就是对于整个实验室的一个检测的效能以及自动化轨道带来的每一个结缔标准化的一个成效，就是非常非常的好。